完全是心情分享，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。那么今天带大家一款飞火轮出品的 Velociraptor 迅猛龙跑车。好了，继暴龙卡车之后呢，是礼盒装的第二弹，也就是这款人气巨高的 Blue 以迅猛龙为原型进行兽化的跑车。那么滚动起来呢，依旧是非常顺畅了。拿进来看，驾驶舱是蓝色的透明件，而且由这驾驶舱向后延伸的是一条蓝色的涂装啊，稍有不规则的处理，更加凸显出迅猛龙的一个皮肤质感了。车头的大灯是对应恐龙的眼睛，而且在车体的两侧呢有侏罗纪的标识，定风尾翼应该是对应兽形的尾巴，而且这个两侧的黑色部件啊就是迅猛龙的爪子，这一点做得太棒了，能够把迅猛龙最具标志性的特点完美的融入到载具当中。那四个车轮不大，但是就像开头展示的，滚动性是一流的。底盘上就更多铭文信息的一个展示了。单座的超跑，把妹终结者。那么从侧面来观察呢，整个车体的流线线条拉得非常漂亮啊，垂直尾有一个上扬的角度。不过其实我并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有没有对应这种型号的车型。尺寸方面呢，咱们请出之前介绍过的三角龙翻斗车，以及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火柴盒跑车来做一个比照。迅猛龙通过这些年在侏罗纪世界中的表现，成了几乎和暴龙一样高人气的恐龙。这款兽化跑车很好的将迅猛龙的外观标志性元素融入车体，而且选择跑车本身呢，也是对迅猛龙速度的一种体现。车体涂装更是向电影中的 Blue 致敬，相信喜欢它的小朋友不在少数。